各国文化大不同。积欠房租逃不回，只得自认倒霉。瑞士，房东没有办法强迫你，不能强迫你搬走。意大利也是，如果他不交电费、水费，你要替他付。高速公路易发生车祸，那这个高速公路只有一条过去，一条回来，路是真的路面很糟糕，那个可能会遇到抢劫的问题，一个正在门口，一个正在后面，那抢就开始说大家的耳环手表。今天晚上10点，小心打跟班。